双溪区牡丹里民风淳朴，老旧的水泥房是环保站。81岁的站长罹患肺尘病，妻子过世后一度走不出来。我刷牙四度半，哦，感觉真重就对了吼。啊，人常常安尼滴加油安尼吼，做人安尼吼，敢是拢无啥物压力，生活老足贵个安尼。啊，感觉人真欢喜就对了。走出家门，走出封闭的心情，庄金财也邀约左邻右舍一起守护山城。这里每位环保志工的年纪都比他大。我怕社会压力，我走不路，啊，就看往行，往看，往看，看你家还无这个康复，老伙仔来往的运动的嘛，身体嘛跟未歹就对了。这金财你家嫌啊，讲你话你营养无我来做。安尼啊，我讲好啊。我想讲，我目睭无啥看，我惊共分类分了，无好事，唔敢来。啊，无等伊就甲我嫌，甲我嫌拄到我今年85岁啊。环保站让老有所用，利己也利人。台视新闻资深美志工郑碧玲、叶静红、庄丰村台北报道。